还有我家公司房地产，那房地产啊，早晚不小，怎么讲？我干上班，哎，客户声音。嗯，刚好我就说，我衣服里面没，还穿破了，还穿破了，穿又穿，还弄完了，哎，没有，哎，你大概多少路？外面也要我家，外面想好，还在右手，嗯，上了没？没弄完，还拿五十呀，我准备出去呀，还拿那一套，那边还五十呀，外面出去那个套，我干嘛了？我忘了，那还要我家，我干嘛了？啥？还拿五十没要我家？我不是，我不能不顾啊！哎呦，我讲，哎呦，王，那我那他干嘛？我也认识啊。